姜涛嘅综合新闻报道，今日咧要继续讲啊神涛嘅黐线行为啊！点解咁讲？喂，佢哋咧近排咧，不单止啊喺呢个宣传呢个道悦者身上咧，将姜涛嘅功劳下降，甚至系将成套道悦者嘅收视票房咧归功。Anson Lau 啦，咁样样，咁不特止啊，同埋佢哋近排咧就作出咗一连串嘅举动咧，好疯狂，就系、是、话包括疯狂包场，诶、哎，究竟发生咩事咧？而对姜糖有咩影响咧？姜糖都甚至做影响、啊，姜糖都甚至包埋场、啊，喂、哎，究竟发生咩事咧？我哋一阵同大家慢慢探讨下咁样样，以防啊一个危机嘅发生啊。咁开始段片之前咧，请大家赞好呢段片啦，同埋留个言咧，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都得啦。同埋最紧要就系货金支持咁样样。好啦，咁嗱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就非常之严重。嗱，已经持续咗两三日啦。咁啊，发现咧喺各大嘅神童 group 里面咧，各个神童咧依家都积极备战嘅一样嘢。备咩战咧？就系咧包场。喂，咁跟住就话干仔佢哋包场唔系睇啊，哎唔系啊，我哋依家咧进行一连串嘅庆祝活动啊，庆祝啊，嗱你要记住庆祝啊，庆祝啲咩咧？庆祝咧呢个 Anson Lau 啊，重影以嚟啊最高票房嘅一套电影啊，佢哋已经庆祝紧啦，而且讲紧佢哋依家咧就庆祝包场活动，咁我哋呢啲包场活动咧就主打系讲紧啊。因为 Anson Lau 呢一套主演嘅道悦者咧，因为做出一个票房嘅佳绩啊，咁所以咧，依家神涛咧就咧整咗一啲应援物啊，同埋有任即系嗰啲叫做礼品啊，去庆祝啊呢一个啊过3500万票房啊，佢哋话啦吓，但我好似依家睇数据好似未有啊，咁啊，但系唔知啊，总之我哋而家成全已经过咗3500万啦，迈向紧。超过阿妈有咗第二个系啊，佢哋直情嗰个目标啊，目标性好明确，我哋目标就系要超越咗阿妈有咗第二个嘅票房嘛，咁啊所以就喺度庆祝啦。嗱，佢哋嗰啲咁嘅包场咧就好夸张，你基本上咧嗱，我就咁睇佢哋嗰啲咁嘅言论啊，佢哋基本上咧。佢哋系会一连串啊一至七日啊场场都包晒场咁样样，咁就鼓励啲神徒咧去睇，同埋咧佢哋系一个超低嘅价钱。嗱，咩叫超低嘅价钱咧？嗱，我哋咧着量计咧，其实如果你包晒场嚟讲，假设你就嗱你嗱基本上咧就应该系。包场，譬如佢当佢有200个位啦，咁佢基本上应该是收神徒200个位，跟即除开200个去收钱嘛。但系呢有人呢就话啦，原来佢哋都系收10-20蚊咯。哇，我睇到真系有啲奇怪啦。我哋姜糖包场都冇咁平啦。哇，佢哋居然包10-20蚊，甚至有啲免费嘅添。即如果佢哋出现咗啲经济困难啦，可以同佢哋个搞手讲，咁啊，甚至系可以免费，有机会免费入场，哇，真系犀利喎！即系我都不得不佩服噶啦。我呢个系真系衷心嘅，我唔系讽刺式嘅。即系佢哋撑佢哋嘅偶像吓、啊，能够去到免费，甚至系一个低廉嘅价钱咧，去包场去撑呢个 Anson Lau 呢套道悦者，佢哋只系要求咧多啲神徒一齐参与咁样样。喂，咁你谂下，想当日姜涛嘅《我的天堂城市》都未去到包场到免费呢个阶段啦，系嘛？我起码我就冇优惠过啦，系嘛？我就冇优惠过有一啲咁嘅免费包场啦。咁哇，佢哋唔单止系即系包场咁简单，佢直情系。讲紧啊，为求多啲人去睇，振兴嗰个咁嘅道悦者嗰、那个欣赏个长片啊，多啲人头嘛，多啲人去参与咧，哇！佢哋居然去做到咁样样，嗱，我呢个真系衷心佩服嘅，嗱，其实应该系咁样样咯，即系应该系咁样样咯，即系我自己觉得，即系点解我会觉得系，我系有少少感触嘅，其实我真系有少少感触。因为咧，我依家睇咧，即系神徒对于道悦者嘅支持咧，的确系好疯狂，的确系疯狂。虽然喺我口中疯狂，但系我觉得系应该啊！佢哋即系如果支持自己偶像，应该去到呢个程度嘅支持嘅。
即系我依家谂起，即系我依家谂起咧，即系我真系好有感触。即系我依家谂起咧，想当日我的天堂城市咧，系有包场活动，但系咪去到咁嘅阶段咧？喂，佢哋唔单止，佢哋仲系有唔同嘅应门品喎，咁样。咁我的天堂城市咧，我记得系好少咯，少之又少咯，系嘛？虽然当中咧有啲咩叫做咩，你买票我捐俾有需要嘅人去睇，咁都有呢啲咁嘅活动嘅印象中。但系你话搞到咁疯狂，哇！佢差唔多场场买，场场爆咁滞，场场包咁滞，似乎真系要将呢个盗月者推上呢个王者之位咁样。咁你话即系？如果你话你谂下，想当日呢个我的天堂城市嘅票房同埋嗰个阵容，你话即系高恩仔点会唔有啲感触呢？系嘛？即系，我即系自己觉得系有少少唔开心。不过我更加唔开心嘅一样嘢就系话咧，居然去到今时今日啊，我做片嘅呢个期间啊，喂，居然都仲有姜糖去包场，去包盗月者。喂，呢样嘢真係好令到人哋呢，即係你即係容许我啊，即係大家观众听，你即係容许我即係讲一句，即係黐线，完全係黐线嘅行为，係咪？喂，你諗下喎，依家神徒嗰边已经係包到冚冚声㗎喇。咁居然仲有神徒话啊，我哋要支持阿姜。我哋要支持阿姜，所以我哋要包场盗月者。喂，呢个系咩逻辑理论？我已经即系讲过俾大家听噶啦，喂，依家人哋啊系做王者啊，我琴日已经讲过，做王者系讲紧佢哋依家系要将 Anson Law 捧上一个影坛嘅神坛里面啊，你明唔明白啊？神坛啊，直情系讲紧系咪？喂，分分钟下年金像奖，喂，佢最佳男主角都有份噶，你唔好讲笑啊！虽然我觉得佢演技唔得，但系即系我有。有好似有 YouTuber 批评过即係高恩仔啦，话高恩仔有啲影评唔啱喎，咁样佢话呢啊 Anson Law 呢已经係尽咗最大努力去演绎嗰个角色，同埋嗰种反串嘅角色係好优秀，简直係呢个影坛即係香港影坛，唔好话全世界，香港影坛嘅明日之星喎，係咪啊，即係香港票房嘅救星喎，咁样。喂，佢讲到佢演技即係出神入化，好似拍得住周润发咁样咁滞。咁你话我冇所谓嘅，嗱呢啲咁嘅即係叫做点讲呢，影评呢啲嘢係咪你各有各做啫，喂，我觉得佢得就係、是、我嘅观感嚟㗎嘛，係咪冇客观标准嘅，係咪即係我觉得睇戏呢啲都冇客观标准。咁姜涛做得咁好你又唔讲，係咪即係我都费事开你名啦，你呢啲咁样。即係我都唔明白点解你会赞到即係 Anson Law个戏天上有地下无、啊、究竟你系咪吓？究竟你系咪吓食呢个啊神药啊？食到傻咗啊？系咪先？即系我个心咧，即系你容许我咁啊？佢边度做得好啫 ？Anson Law 即系成劈嘢咁样做到，完全带唔到一个气氛。喂，我呢个唔系因为我系姜糖咁讲，我只不过系讲紧，喂，佢真系唔掂啊！做戏你冇可能，你冇可能叫做。咁样去礼还节曲㗎嘛。喂，咁所以呢啲咁样嘅嘢呢，即係正如我所讲啦，喂，人哋吓、啊、神徒搵啲咁嘅 YouTuber 去讲好呢套戏，甚至讲好 Anson Law， 係咪又自己冚冚声包场包咗黐晒线咁样。咁呢啲係应该吓、啊、即係如果作为神徒。但係如果你作为姜糖呢，就唔好包场。即系我一再强调，喂，有啲甚至系讲紧佢系有啲 FC 咁样样去一齐做啊。咁当然依家有好多姜涛 FC 啦，系嘛，即系唔系单一嘅 FC 啊，有啲系中型嘅 FC， 佢哋居然去包场，我真系拗晒头，完全谂唔明。即系我谂我自己作为一个姜涛，我自己都凭良心去做嘢啊，系咪先？即系我觉得我睇一次。都已经对得住姜涛有余啦，老实讲一句，系咪？咁我如果睇到第二次，系叫做对唔住姜涛噶啦，会变咗，你明唔明白？睇一次对得住姜涛，睇两次就对唔住姜涛噶啦，包场简直系想谋杀姜涛。即系我话俾你知，即系唔系夸张啊！喂，你谂下，如果你俾盗月者，即系其实依家都已经迈向紧嗰个咁嘅方向，系咪？
冚过阿妈第，冚过阿妈有咗第二个嘅票房冚期，要将阿妈有咗第二个。喂，你话何尚？何尚即系嗰个情况系何尚惨呢，你明白？即系我个情况系唔开心啊，你明白？即系我个唔开心嘅阶段就系讲紧啱啱有咗第二个吓、啊，想当日大家喺一个疫情期间都谷出咗4200万嘅票房出嚟，喂，大家姜糖都好努力啊，又包场又成咁样，系嘛？直到依家都暂时未有人打破啊，系嘛？咁姜涛都系，亦都系 Macaview 品牌里面嘅电影嘅首位啊，系嘛？即系价值系非常之高。依家 Anson Lau 系要特别冲破咗呢样嘢，即系去到今时今日，大家都仲唔明，系嘛？我都仲见到有啲 FC， 即系姜糖 FC， 喂，去包场啊，去助兴啊，系嘛？喂，呢啲咩态度啊？即系咩谂法啊？啊、你哋究竟是姜糖 FC 啊，定是神徒 FC 啊？搞清楚，搞清楚自己的位置先做嘢啊，系咪先？喂，唔好讲到哇兴奋到啊！即系之前有啲片 share 咗出嚟噶嘛？哇，啲姜糖去到盗月者睇盗月者，喂，当嗰套片是姜图片一样喎、啊，系咪兴奋啊？啊，仲要请个导演嚟一齐助兴喎、啊？喂，呢啲系咩？咩操作呢，系咪？即完全系费解，同埋令到人哋觉得，哇喂，原来，哇，原来姜涛做黑村，啲神，啲姜糖都唔介意啊，仲哇银河包场去鼎力支持套戏喎。喂，你以后仲有人揾姜涛做戏咩？以后仲有人揾姜涛做主角？喂，全部揾姜涛做晒配角啊，都唔使添啊！依家叫做黑村都咁样喎，系嘛？以后呢冇主角冇配角分数㗎啦，姜涛全部戏做客串啦，係咪乜级要抵下戏，係咪咁，所以就即係大家要理解清楚囉，即係啊睇，即係再一次强调，睇一次就对得住姜涛，睇两次就对唔住姜涛，啊睇包埋场就谋杀姜涛，就係咁多。好，今节姜涛嘅综合新闻报道就係咁多，下一节返嚟我哋继续。